我又好事開麥。嗯，阿 Sir。咁啊，有乜嘢特別嘢？第一樣嘢，梗係新鮮滾熱辣啦。喂，立法會啊！立法會單嘢啊！你冇撚嘢講喎，呢啲佢自己捉蟲喎。自己捉蟲？係啊！屌你都講嚟都嘥撚氣喎啲嗱。個人意見啊，由回歸之後咧，就呢班民主棍咧就自己捉蟲。大家抄翻我七年前講嘅嘢，特別佢哋搞嗰佔中運動，我哋埋撚到未嘅？而家大家見唔見到佔中三支出啊？民主之父咧，李柱銘咧？冇，潛沙水。嗰個咩民主嘅之母啊咩？陳方安生啊，民主一博有冇啊？教主咧，嗰個陳日君有冇啊？有冇出嚟啊？屌你媽！我一早講咗噶，所以而家你再講啊，嘥撚氣。但係好啦，你冇咧，佢哋又話遊客關人撚事喎。你七百萬香港人撲撚咗街啊，俾共產黨隻手伸撚咗入嚟。所以冇撚興趣講呢啲人。你搞政治，你有評估噶嘛？點可以咁樣爛撚咗尾，爛撚低香港人，俾咁撚樣俾你，搞到俾你害怕咧？香港再無法治喎。係咪？李大律師講再無法治，咪李大律師搞出嚟揀都無法治咯。你唔同佢真係扭六人。你要扭六人，佢咪搬個人帶嚟同你扭咯。我驚我騎撚住你噶嘛，你唔撚一睇噶。佢根本冇嘢嘅，你一喐佢咪喐咯。你一唔好當共產黨唔撚識嘢啊！打矛波搞衰嘢，佢叻撚過好撚多人噶，裝彈弓。係咪啊？你喺度曬撚嚟，搞正當嘢就未撚必夠你叻。搞鬥爭、搞衰嘢、裝你彈弓屈人，屌你咁樣咩咩啊？禮還節曲乜都得㗎。所以冇興趣講佢哋呢班人嘅未來香港點樣？香港俾呢班友搞撚死。你都冇分裝閒，你搞咩民主都係為咗民生。啲人安居樂業嘛，你哋搞到成個香港冇得安居樂業嘛，你班咁嘅民主政棍，啊鳩噏當秘笈咁啊出嚟，扮緊曬嘢啊嘛！我支持人哋去示威遊行㗎，你為個民生咪得咯？一回歸你就要搞嗰、那個減少嗰啲單程證來港，啊！但他們不是嘛，自己去支持單程證來港嘛，當年民主派是不是啊？對不對？抄緊回紀錄看看，是他們支持單程證來港的，如果不讓來港就沒有人權啊，什麼啊，不讓人團聚啊，對不對？是不是啊？那些全部抵死的，不用抵可憐的。你要總辭一過渡，話唔選立法會要完一年，你就總辭啦。呢就盤劈唔撚總辭，坐撚曬喺度。而家你有咩完全冇效果㗎？咁而家你咪佢就中國共產黨望你總辭㗎嘛？香港政府都係㗎。你走撚曬，我啲法咪亂撚唔過咯。香港人咪變成咗喺砧板上人民啄咯，啱唔啱啊？個效果就係咁啫，而家罪魁禍首啊！呢李柱銘之流啊，佔中三子特別啊，我早批撚咗噶嘛。你我明，你用個牌頭叫佔領中環，佔領嗰兩個字咧係軍事嘅用字嚟噶，好撚敏感噶。咁啊，政府撚咗邊啊？你佔領中環，
你示威咪示威咯，係嘛？你爭取乜爭取乜咪爭取乜爭取乜咯？你又用啲字眼喺度扮緊曬嘢，扮有料，冇料啊扮四條咁樣樣搞，咪搞到咁。而家安樂啦，安樂咩啊？係嘛？咁你唔 call 佔中三姐出嚟，問佢點樣樣扮未？三個字，抵撚死，撚抵可憐。咁但我哋配裝喎。咁你普通市民，你都係做順民噶啦。喺呢啲政權，你有咩資格去搞鬥爭啊？政治。樓盤未供撚完，又養妻活兒。人真係要數牌噶，出嚟做事，唔係話求其鳩噏誒得噶，口噏噏。我哋後生都係啦，你聽我節目，佢講台數，自己有幾多人？我哋目的佢和啫，啊點咧？我屌佢撚到現場唔撚和咁點啊？對方唔撚和啊，咁點啊？跪撚曬喺度，一共產黨唔俾你和啊嘛？你想和多和咩啊？和喺田啊，行新界喺田度睇下啦，有和啦，都少啊，多撚和啊！進退失據，毫無章法，啲咁嘅濕鳩大狀，屌你咩啱乜撚嘢嗰楊岳橋？政治講實力噶嘛，你搞政治點解嗰時我你插翻啲嘢講啊？我叫僆仔退，佔中啲人退撚咗，同林鄭月娥講數嗰次啊，你退撚咗就話俾你聽，我叫得啲人退。我就有能力咧，叫得啲人嚟。我哋就嗰陣時咧，就攞呢一個現象俾佢睇。咁你退咗咧，佢冇得秋後算帳，當完撚咗，你都要俾政府唞氣噶嘛。你做政府啊，你玩撚曬啊，盤棋邊一個唔識上街啊？上街坐喺度啊，有福利，話講好世界啦，係嘛？已經遲咗啦，香港一早搞撚殘你啦。香港人已經著數了二十年了，上海屌你乜解放一年到就已經收你工了，香港應該三年到收工的。所以嗰時董建華話嗱廿三條是有理由的，零三年嗰時啊，撳緊住唔喐啫嘛，因為嗰時嗰個大老闆啊唔同啊，江澤民時代啱啱先，係嘛？換聲搭快財係嘛？佢又唱 opera 嘅，屌你！即係個文化唔同嘛，你都唔肯睇環境。習近平上場，你老母搞佔中嚇？正中下懷。佢唔夠班上場嘛，你搞呢啲嘢，佢老閪都去殺你啊嘛，知唔知啊？你挑戰佢權威啊嘛？邊撚個做到殺你啊？你搞佔領中環，我屌你咁樣，我政府喺邊度？但你香港政府梗係揸唔落啦，呢啲咁嘅垃圾。即係就算你話而家你 DQ 嗰四條友，你個過渡時期你唔係俾入閘咯？點解俾人入咗兩個月再搞 DQ 咧？肉撚酸嘛！但佢好撚慘喎，俾共產黨屈一坨，要你林鄭策娥自己話提出嗰啲一鋪，知唔知啊？嚇？要你自己話提出啊，幾撚慘啊！你冇撚鬧過中央啊，係你哋個特首自己提出要 DQ 啲四條友㗎。問下個特首，特首話中央指示。你鬧中央把撚鬧，關中央撚事啊？是你特首提出的，啱唔啱啊？咁咩法？係，梗係啦！屌，共產黨嗰碗飯好撚難食噶嘛，都係咁撚易食啊！擺把刀俾你嗱，你真係喐有啦咁撚樣，屌你啊！唔好你真係，係咪？好撚難食噶，政治嗰啲飯，大家都傻嘅。
今日提一提嗰啲係我講話有啲咩嘢貼上去㗎？今日咧，博士喺呢個格魯吉亞打算。係啦，我哋因為而家咧，因為睇到嗰啲肺炎啊、嗰病毒嗰啲嘢啊，涉及嗰啲人嘅衞生啊、空氣污染啊，同埋傷害生命太多啊、唔環保啊，咁我就已經夠家買定咗度啦，嗰啲建築物，咁啊做一個嗰啲環保嘅中心保健嘅，就諗住做啲推廣，啲人少啲殺生。冇咁多濾氣，咁啊開間比較高級嘅素食館，高級嘅素菜館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啲學生啊有嗰啲按摩推拿常識嘅人，或者退咗休嘅想過嚟玩嘅，同阿方太聯絡登記，過嚟玩咯，有地方住啊。我哋嗰啲素食館好易做啫，做打我諗住做打邊爐形式，咁就唔可以全部清一色素食喎，撚一個煲仔飯。當然我希望你食全素啦，你話你唔可以強迫性嘛，呢個世界有鬆緊啊嘛，你可以自己嗌多一煲煲仔飯，咁啊簡單啦。嗰陣時我不嬲都諗住去過宣傳嗰啲靚嘅煲仔飯啊嘛，你都食過啦煲仔飯啊。帶過去鬼佬地方啊，東方文化打邊爐，素菜嘅素邊爐，因為而家做嗰啲素日本嗰啲素嘅素食咧好靚啊，嗰啲素蟹肉啊、素魚翅啊、啊齋雞啊、齋鴨啊嗰啲好靚嘅靚，齋豬扒都仲靚做得。我攞去嗰邊啲菇嚟打邊爐。係啊，我哋當然我哋以嗰邊嗰啲蔬菜嗰啲植物靚，嗰邊打邊爐啲水又靚。咁啊，教到加一檔，泰國咧而家做緊，開始諗住教一檔，純粹推廣素食，靚嘅素食，有平有貴，貴者幾廿蚊可以食飽啦，唔係平者幾十蚊，貴者一個人可以食你幾千蚊都得，有啲好貴噶嘛，靚嘢，好靚，素菜不嬲都貴過食肉嘅，咁啊，馬來西亞又諗住搞一間。但馬來西亞我哋有個學生好啊，肥仔，全個馬來西亞嘅拉麵排第一，而家公布咗，八位，係啊，我貼咗出嚟啦，皇帝都要食，你試下先。但因為同皇帝影相咧，唔方便貼出嚟，點解？唔方便貼出嚟，因為未得佢哋皇室同意啊，唔可以貼喺啲公眾嘅。皇帝要食啊，一個要食兩次啊，中意食，係啊。唔關，但佢食好大鑊咧，成隊兵屌圍攬住曬，都唔使做第啲生意啦。你淨係做嗰壇嘅咋？你仲想點啊？啊不過之後你個名大咗，唔使休生意做喎。喂，而家美國咧，我哋又搞嘅呢一個中心，一個送一畝地俾一個世界嘅組織，就做呢個養生保健同埋宣。但因為你耶穌教回教國家咧，你唔可以講佛教啲嘢啊，即係比較敏感啊，人哋唔理啊。咁我哋咧就好似嗰啲瑜伽中心啊，同埋 Fida 嘅藝術中心啊，淨係講純粹養生保健，喺個過程。咁你咪擺啲佛陀嘅智慧喺度咯，唔需要講佛嘅招牌㗎。咁你將佢嗰個耶穌教嘅文明咧，更加可以補充佢。夠嘅地方，即係等佢多一重思維，諗一諗個世界，即係用呢個方法。幾個地方咯，美國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格魯吉亞咁啊，都幾忙啊，要搞完忙啊。咁阿Sir，順便就講一講啊，阿方法你。有上去俾啲人睇啊！你咁多咁多嘢實搞緊啦，喺海外咁啊，有網友就問啦，邊度移民去邊度好喎？你要做嘢咩先要講清楚？咁啊唔知啊，兩樣都講下啦。不過不妨嗰陣唔講啦。我又覺得如果你退休移民咧，嗰日傾起計咧就泰國 OK 嘅退休。嗯。佢好多地方好靚好玩啊！大家都知泰國食又平。你請個工人啊，
圍到港紙1000蚊到啫嘛。屋都唔貴啊。平平平平，退休真係適宜噶。第一好似係阿詹士邦喺個叫巴哈馬係嘛？唔係，我布吉島。唔係，詹士邦喺。巴拿灣嗰度咯。巴拿灣嗰度嘛。嗯，布吉島係巴拿灣。巴拿馬唔係啊，佢唔係布吉島嚟噶，詹士邦臨死喺退休喺古巴嗰邊噶。巴拿馬係嘛？你講緊係啊，巴拿馬嗰邊㗎，喺嗰邊。我哋話拍戲啊！第一個就嗰個退休度假，第二退休度假咧就係泰國，世界嘅國際嘅標準啊！退休啊，唔係揾食，純粹退休嘅退休。咁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搞嗰啲退休移民啊啲嘢，可以嚟揾俾我聽。我哋有團隊喺嗰邊，好方便。當然啦，而且文化都比較接近啊。係啊，食嘢又平啦。食嘢嗰啲各樣都。嗰日食啲米又靚啦，泰國嗰邊。咁好啦，你玩完東方呢陣，咁咪飛翻過嚟教下咯，就再玩歐洲嗰陣歷史文物。所以我哋覺得幾開心，唔夠時間玩喎。冇啊，你一年咁咪騰騰衝咯，退休就夠啦。大媽咪跟住你仔去開麥，周圍開麥。係啊，喺個沙灘度開得麥，係嘛？有風景啊，係咪？有咩問題？嗱，美國就再制裁國安四官，點睇啊？呢單？呢單嘢咧就係預早又喺度噶啦，唔係而家噶。你逢係美國啲嘢咧，唔係佢唔係瞓醒覺諗下就做嘅。我哋收嘅資訊咧，佢有成5000個名單要制裁嘅，一路排落去。咁咧，人大政協啊嗰啲應該有份咯，一路燒出去。跟住咧，佢哋最終極咧就已經公布咗啦，利用新疆嗰個種族滅絕咧，已經再飛一級咧，就差唔多將呢個中國共產黨咧變成係恐怖集團，嗰時就好大鑊啦。當你係犯罪集團或者恐怖組織，今日英國外交部啊出咗聲明啦，話第三次公然違反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啊。係嘛？而家你冷眼旁觀睇咧，就由你呢啲咁嘅民主政棍搞，同埋啲土共爭權，佢一搞香港咪散撚曬咯。當然你喺個政治上，你共產黨要贏咗呢場仗啦，趕撚走曬啲人，燒撚滅曬啲聲音，咁咪自己玩撚埋佢咯。嚇？係啊，目的都係咁。咁咪求人得人咯，咁你嗰啲香港人捐錢俾嗰啲民主政棍嘅嗰啲咪抵撚死咯，啊咁你嗰啲人捐錢俾貪嗰啲蛇齋餅種咁咪抵撚死咯，冇得怪人噶呢一個香而家香港呢、這、一個，有啲人話哇香港好唔抵喎，搞到咁樣屌你自己攞嚟噶嘛，一邊就只貪人蛇齋餅種。是不是一邊就支持無厘頭的民主政棍，那就死定了，是吧？自己玩死自己，哪個救到你啫？抵死的，真是三個字。跟著共產黨沒腦的嘛，那些低 B 幹部，他們不可以有腦啊。你哋要清楚，我咪侮辱你啊！咁啊，成班你啲幹部，全國都冇腦。因為中央嘅大哥唔撚準你有腦噶嘛。咁樣樣。梗係啦，妄議中央，屌你啊！冇你講咩？唔準你有思想噶嘛？你哋嗰套遊戲。係。係啊。你只係執行任務。係啊。問都唔得噶，咁你咩計啊？
你話俾人有咩計？係嘛？所以呢啲係好撚畸形嘅，呢啲差唔多喺我哋嘅醫學嚟講，即係奇難雜症嚟噶嚇。冇得醫啊！冇撚得醫噶，瞓喺頸啊，成塊屎眼板啊，臭甲眼啊，係人都講唔聽噶。撞喺度頭崩瓦裂，頭崩血流，咪驚咯。好似而家咁，美國佬啊，派啲海軍陸戰隊登陸台灣，冇人出聲喎，扮唔撚知喎。但早一兩年咪咁啊，大羅大鼓噶嘛，鬼殺草啊！只要有外國軍隊一登上台灣嘅土地咧，我哋出兵打柒佢咁，屌你係咪出出咩啊？聲都唔出啦，唔係出兵啊？係咪好撚古怪啊？嗯，系啊，好撚古怪噶個世事。我擺明欺善怕惡噶咯。識時務者，好聽啲。佢計緊個數咧，知道撲街啦，你冚家產啦，人哋真係想同你開波，嬲你嬲撚你打啊嘛而家。等你好耐啦。如果唔係點解日本仔要改名啫？調唔到。如果唔係點解美國宣布話我有權駐軍上去調唔到啫？又駐軍去你台灣，知唔知啊？幾個國家啲軍艦除咗一轉走緊曬你南海，黐槍咁轉。而家冇得 at 喎，點啊？咁你講咩？咁佢識驚啊，識驚都好啲嘅，識驚。咁咪生生埋埋喺度鳩噏咯，拉香港人出嘅。幾好啊！屌你係咪？邊咪鬧撚住咧？香港人出嚟咯，好撚慘噶！你要中國人，因為中國歷代嘅王朝咧，唔係淨係共產黨咁撲街啊！國民黨好撚過咩？啲軍閥又對當你係人咩？啱唔啱啊？每個王朝嗰啲做官嘅，當嗰啲老百姓咧係敵人咁撚樣噶嘛？明唔明白啊？成日點樣定啲惡法嚟制衡你噶嘛？佢咪話點樣做嗰啲教育咧嚟疏導你噶嘛？啱嘛？由商鞅變法開始係啦，係嘛？點樣樣嚴刑峻法係嘛嚟制衡你噶嘛？咁撚撲街噶嘛？仲得毒？係啊！呢個民族係好撚戇撚鳩噶。冇嗰種寬恕嘅心，就冇信心啊，同埋驚，好驚咩？驚加埋冇信心嘅就係咁，驚攞咗佢嘅權位啊嘛，佢嘅權勢、佢嘅權力同埋佢面子啊，落唔到嚟，咁咪要死慘，慘喺度咁，冇容人之量。絕對啦！冇啊，冇真係，真係冇，所以係一個民族嘅悲劇。我喺中國做工作咧，都俾佢哋感覺好撚大，即係利用好多過程，希望感染一啲人啦，但都好難嘅，都叫做感染到少少啦。你啲思想根深蒂固，因為佢有權力喺手嘅人咧，要用喺度盡過期作廢。哦，呢個真。人未離開咧，嗰杯茶涼啦，收到風話你就嚟落台啫。總之，根紅頂白。嗰個文化好撚曳，即係話咧，成個民族我哋嘅教育咧係唔肯得嘅。唔得，仁義道德係有包括，因為佢冇嗰個信念同埋理想，所以中國咧就去崇尚一種合義嘅精神。如果你社會有法律有規則，對政府有信心嘅，啲人使乜走去求有啲大俠出現啦？啱唔啱啊？佢話：屌你啊！咩你個社會唔公平？
要靠嗰啲江湖俠士嚟幫你出氣，咁你係幾多慘咧？啊！即係等於而家你上房都唔掂，上房俾人拉撚咗你個精神病院喎，當你黐撚咗線喎，困撚住你喎，幾多慘啊？係嘛？上房當你黐線。係啊，第二個問題。嗯，嗱咁啊，未咁啊，講完之後，咁咪有亦都有網友就問啦。退休去大灣區讀翻好啲少少先啦。啊，去大灣區住得唔得咧？而家歡迎你去噶嘛？係啊，歡迎你去創業。你退休去，而家佢有一招好好噶。我嗰日問我，原來香港而家咧有一個現象，唔係真係破產嘅人咧走去搞破產。為咗快啲有公屋申請到喎，好快有公屋攞到。喂，如果你啲人，你咪申緊請唔破產攞綜援，咪翻大灣區咪著數。咁著數？有咩咁著數啊？揾點揾食啊？唔撚使揾食噶啦，食綜援都掂啊！你一家四口都收皮幾噶嘛？跟住你即係登記名上街嗰耐唔中又有錢收啊嘛，職業噶嘛，香港好多噱頭噶。咁你翻大灣區走啊走啊，走嚟走去走下水客，係嘛？走水客唔使報税嘅，最多俾人打税，唔使報税。所以佢話去大灣區住，我哋贊成噶。你去揾食就唔好去做生意。一粒骨都冇得剩，你即係你走去揾間屋租地方住，好平啊嘛！俾你有鄉下住，翻鄉下住啦。即係你又有啲姨媽姑姐有剩啊，有人傾偈，有人剩。係咯，都係加下田。係啊，退休移民 OK 嘅大灣區。即係選頭車。係啊。如果你選擇好啲嘅，咪新疆版納咯。喺新疆版納你冇熟人嘛，咁你最好翻鄉下咯。潮州咁咪翻潮州咯，東莞咪翻東莞，汕頭翻汕頭，新會翻新會咯。咁留翻香港咪俾嗰啲新咩嗰啲新澤嘅進士玩得埋佢咯，係嘛？上唔到網？上到。翻牆可以。你要咪上百度咪得咯。你入到去你又有第二個環境㗎啦，去玩 Google 嘛。你又有方法上啊，翻牆好多方法嘅，你俾錢就解決到㗎啦。你俾錢解決到㗎。你而家我知佢哋翻大陸，佢哋買嗰啲香港卡啊，係中移動出㗎，一樣收到㗎，啱嘛？你俾錢咪收到咯。你買大陸卡梗唔得啦。你買張中移動卡，你喺大陸收得到香港嗰啲嘢，佢係通㗎，係個醫療問題啫。我預咗啦。醫療咁你咪自己翻翻嚟香港睇醫生都好快啫，有咩事？睇你住邊啦。係啦。睇你住邊先。咁如果你咪買啲旅遊保險咯，幾百蚊一年。但入緊咗去醫院咧，會唔會劏撚開你肚講數咧？嗰啲就真係好真嘅。咁你入到去，你又要醒目啦，識翻三幾個低降，啊有人幫你打點啊啲嘢。咁你個契錢要燒下㗎。放一散喎，咁你喺鄉下地方，咁你識翻啲低級幹部。O K 嘅。啊，得嘅，世間得嘅。送條煙啊！得嘅，世間香港人好靈活嘅，各自精彩嘅，冇壞嘅。但係真係千祈唔好搞政治啦！如果翻內地，儘量少搭口嗰啲嘢。你唔搞政治，咩事都冇。你又唔做生意，又唔打工，又唔肯食，翻去玩啫嘛，翻去住啫嘛，係咪？第二個問題。嗱，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網上而家都唔相當地好熱鬧喎。
兩位才子咬到面紅耳赤咩事？阿Sir 你點睇啊？姓咩名乜？啊，一位就姓陶，一個姓蕭啦。哦，我聽過又睇到，最呢兩日睇到報紙又講嗰啲。好正常咯，世界。好正常。而家少咯，香港文人相輕啊嘛，係嘛？咁但咧就最近咧就感覺，如果講嗰個水平咧就低啲，因為佢哋個根源好似係。五六年前的舊事啊，邊記得咁撚多啊？點解五六日嘅嘢我都記唔緊到？如果記五六年前嘅恩怨拎出嚟講咧，好撚辛苦啊個人。點解新人唔記得多恩怨情仇？點記啊？咁而家你個香港去到係？滾滾長江，係咪？真係香港已經係成為咗香港依然在，等住去染紅嘅世界啊嘛，仲去爭呢啲長短，係咪啫？嗰啲才仔好撚～好啦，好時玩嘅，點個得啖笑，跌埋心水揾多兩個錢好撚過啦，真噶！呢啲咁嘅，同埋嗰個網台嗰啲講嘢嗰啲，大家就吹水噏嘅啫，個個噏，有啲又過咗界嘅，但你過界你唔撚理佢，咪當戇鳩佢。即係咪話大口氣啦？好似如果你話講時事評論，冇人學我哋咁樣串啦。阿周深打柒外交部長夠膽嘅，嚇？用嚟當做題材啦。叫佢哋講下啲嘢。咁我哋唔敢講嘛。但講啲冇用啊！但我哋係真係有感而發嘅。我同你王毅國家部長冇仇。點解咁撚勞撚氣咧？即係睇呢個國家，屌你俾全世界圍攻，你冇撚辦法可以逃撚脱責任喎！你外交部長，咁你做乜撚嘢？你把關啊嘛，大佬！你揀到個國家，屌你咪俾全世界啲國家圍攻，你搞乜撚嘢啊？行撚到出去神憎鬼厭嘅，屌你啲外交部長唔～嗌打一層佢，屌你咪好撚彩啦！有我喺我國內做官，屌咪首先殺撚咗佢先啊！你搞乜撚嘢啊？你一害鳩老闆嘛！屌你有冇學喺度習近平瞓唔撚著噶嘛？呢幾年你搞啲外交風雲出嚟，屌你咪點鳩老細走去登嗰啲咁嘅乜撚嘢雜誌嘅？頭位替死咩？屌你老母，你真係叻唔似，真係有啊，都唔撚叫老細企嗰啲位噶嘛。八種人係一定奇撚事，你有識人種嘅，不嬲都係。呢個係根深蒂固嘅。你身為外交部長，屌你老母，你戇鳩習近平去做炮灰，我去死啊！你搞乜撚嘢啊？咪一習近平老豆，我哋好撚尊重啊嘛！習仲勳佢真係當年為國為民嘅大佬，嗰一脱咁嘅革命家，嗰一代，就習近平都係希望做出好嘢出嚟，但佢身邊冇人啊嘛，有啲啊屌你係咪害鳩佢，有啲啊俾假情報，連香港唔係一個搞港獨嘅城市，佢搞撚到咧，香港真係～要搞政治推廣香港獨立的城市來處理個政策，
噏撚大咗，而家翻唔到轉頭啊嘛。又黃金。咪又俾啲人害咯，係咪？線撚咗，搬撚咗上台，俾張德江啲撚樣，串埋張曉明啲冚家產、梁振英之流，咪咁撚樣，無撚端端變港獨。嗰啲鳩噏啫嘛，點解英國人統治嗰陣時，香港都未撚嗌港獨？點解共產黨嚟撚咗會嗌港獨咧？你自己要檢討啦。就嗰啲柴仔土共之流，要為撚咗揾食，要為咗蝕位，為撚咗上位，有維穩廢資，先搞到咁啊！先收鳩立法會出嚟。有立法會咧，就可以搞眾票，搞眾票就可以支經費。屌你，咁樣搞出嚟死噶嘛？好啊，而家你個個總辭曬，即係一言堂啦。咁你解散立法會好啊，爺，使咩要搞啫？你橫掂都噏啫嘛，咁撚使噶？慳撚翻曬啲經費，唔使全部。你求其整場戲出嚟，叫你舉下手，屌你一個月幾廿萬啊嘛，嗰班人家陣生曬病。值唔值得咁樣養佢啊？咁個一人工多過習，係咪？多過習近平。唔係。求其你而家你十五個人總時，十五個人慳緊咗好多錢嘅喎，三萬一個喎，一個一個月差唔多。四啦，知唔知啊？咁索性解散立法會咯。仲 DQ 咗四個，即係十九個。解撚散埋又仲得好㗎，我係好撚早贊成香港搞得國際㗎，清晰㗎嘛。就算而家你中國一個一制都成功㗎。上海不成功嗎？深圳不能成功嗎？爬撚咗香港頭啦，唔撚使講一國一制啦，必然一制添啦，大陸講撚食係咪啊？製造好撚多富商添啦，幾撚多人喺大陸發一達噶，身家多撚過成哥啦，大陸嗰啲首富啱嗎？係，當然啦，係嘛？借個拉車仔都幾乎集資兩萬幾億啊！馬燕雲。屌咩？不過馬失前蹄啫，呢鑊講大咗，好撚多商機噶。大陸係，如果你夠膽揾笨柒嘅話，你夠膽就得噶啦。所以翻大灣區咧，退休係好嘅，冇撚做嘢。我如果你翻去搏殺咧，都係嘅。屌你冇十八年一條好漢啊嘛，夠一條扯一條，咪翻去搏殺咯，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，係啊。商機無限噶，勾條踩條嗰啲唔怕搏噶，好撚多人富貴噶嘛，大佬。所以你唔話佢冇功勞，你唔好揀錯。你肯偷一塊點？係啊，你是但偷一飯噶啦，你完全乜撚都唔偷嘅，嗰度企唔撚到噶嘛，嗰個世界嗰個強盜世界嚟噶嘛，啱嘛？得唔得？係啊，所以而家你香港咪好咯，應該你即刻要全個立法會解散曬曬，全部中央委任，直情當人大代表大會，係唔使出糧嘅，舉手咁算緊數，慳好撚多經費，嗰啲區議會又解散曬曬，全部解散過曬，又係當嗰啲咁嘅人大。代表大會慳多錢啦，我首先要贊成啊！首先我贊成，真㗎，唔撚使街嘈好閉啊嘛，唔撚嘈亂巴閉，唔撚使俾啲政棍喺度扮嘢，唔使等啲土窮喺度拗水，成日土窮咪冇得撈咯，幾撚康樂？我覺得啱唔啱啊？最弊嗰啲，懷念都係啦，唔撚富貴咪大家閉翳咯，係啊，所以最好解撚散曬㗎，嗰區議會、立法會。最弊佢就唔係解散曬，係放曬嗰啲山大兵入去喎。而家唔係你冇糧出嘛，咪都要放人㗎。唔使出糧啦，人唔使出糧嘛，人大冇糧出㗎嘛。人大決定啊嘛，乜都冇糧出㗎。咁大家咪唔撚使撈咯。我香港人咪著數咗啊！香港人著數咗㗎，慳翻好多經費㗎。還你咁撚窮而家香港。嚟緊做房。贊成，絕對贊成。但係嗰啲民主棍咧，就自己要檢討啦。你害撚到香港人，今時今日搞到香港咁撚樣，嚇、啊！冇人出嚟交代一聲，佔中三子冇講嘢，李柱銘冇出嚟講嘢，你哋點對香港人交代啊？
搞民主搞到咁撚樣，住齋收尾嚇、啊！我哋五代香港人喎、哦，有權質詢你喎、哦。我冇撚，我冇撚委託你同我代表搞喎、哦。你搞乜撚嘢？咁搞法嘅咩？你唔撚研究共產黨嘅政治思想嘅咩？你唔撚研究佢嗰個作風嘅咩？亂七咁搞嘅咩？啊！是很大鑊的，其實香港人要可以控告這班民主黨棍的，屌你不要亂搞，搞搞你媽我社會嘛，有個問題。那麼美國，說去美國那邊了，我問美國選舉怎樣收科呢？上帝會教你收科，你跟我定、啊、因為他捧了上帝出來，有關上帝事關事直哎，你哋睇唔到嘛？佢哋嗰個隱蔽嘅招數，所以好多人唔明白，哇！西方世界個科學咁發達，屬於世界咁優質嘅學府，哈佛啊、耶魯啊、斯坦福啊、麻省啊，世界嘅精英嘅世道，咁多精英科學家。為什麼還要信我神呢？現在你就看到了，就是他們要我神去埋尾，一般搬個前任大主教出來，我們不可以支持那些人去違反神對我們的信託，就是你不要破壞我的神界，變成你那些教徒也是的。點解我睇到啲有做衰嘢喎？咪嗰啲我打電話投訴咯，知唔知啊？神嘅旨意啊！好多證據，幾撚多證據。所以佢人哋喺適當時間咧，佢用個宗教嘅力量支持嗰個道德嘅是非啦。因為大家唔使拗啦嘛，因為佢有啲人蠢，俾啲政棍收買咗，為咗利益。點樣做咗啲嘢似是而非嘅，擲線又有，合法衝撞又有，但佢一搬咗個神出嚟咧，佢哋醒喎，咦原來唔撚啱喎，我嗰咧我張票喎，啊隔離阿姨婆咧又俾人冇撚認咗張票喎，咁咪出嚟主持正義咯，佢代表嗰個神個上帝去行公義咯。咁啊，幫咗政府嗰個力量咧，就唔使搞鬥爭，唔使用武力啦，知唔知啊？如果你冇呢一套嘢咧，就大家勢均力敵要爭拗啦嘛，爭拗佢咪內戰咯，明白未？嗱，呢個咧就睇到佢哋基督文化嗰個神用出嚟嘅力量，跟住加埋個司法部長，但你人世間嘅法律咧唔夠用嘅。你有你拗，我有我拗，佢應該揾我神出嚟。你哋要企喺正義嗰邊。明啦嚇。唔係你自己判斷是非，嗯、你判斷到之後咧，你要企喺正義嗰邊。收場。但我有個疑點嘅，佢呢個嘢呢套戲咧好大。不是今天可以做到那么多中票，不是今天可以做到那么多假票，不是一朝一夕部署的。我看完那些资料呢，起码要两年以上部署的。因为国家那么大嘛，那么多州嘛，那么多选民嘛，你要搜集很多资料，要做完套东西出来，要安排很多人手。在外國收了人家的郵件寄回來，投誰呢？拔了他的張票出來再入回張下去嘛，改埋郵戳嘛，只有一個程序都那麼多啦。好了，跟著你要設計個電腦的軟件，放在那麼多個州，還要斬回個錄像，要令到人呢用你那套軟件系統的，然後才改到去投A，變成投B去操作，
唔係咁簡單喎，唔係一朝一夕㗎。寫個程式，寫套軟件，仲要擺落去，仲要有人手操作。我話呢兩套嘢咧，佢哋做咗嘅。但好啦，但佢哋好不幸咧，多咗某強國人參與，人哋冇邀請佢喎，有可能佢自己去參與。咁啊，參與到咧，連死撚咗百幾年嗰啲人都起撚翻身去投票。重複又重複，得一百萬人口嘅變咗120,000張票，登記選民得500,000嘅變咗900,000張票。正路啦！呢啲咧，我哋一睇，哦，有強國嘅影子啊！今日我貼咗個視頻上去噶，咪話揭發到咯。個視頻講噶嘛，嗰乜會乜會商會咩會咩會嗰啲係嘛，串連曬搞啲嘛。爆曬鑊。佢係好，佢係以為咁咧幫撚到拜登手。原來咧呢次係推鳩拜登嗰班人咧入監獄，捧佢去死，捧佢哋去死，幾撚慘啊！呢個呢啲就係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嘅災難啊！呢個就係習近平講嘅災難性。